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来到由海澜之家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张哲。我是主持人佳明。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冠名播出，海澜之家带您走进京剧世界，感受国粹魅力。那青京会第三阶段由剧目展示、文考、议事三个部分来组成。今天我们进行的是第三阶段净丑老旦组第一场的展示，将会有六位选手登台。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专业评审团的各位评委专家，他们是邓木伟、朱世慧、罗常德、张官正、郎时昌、李丽萍、孙丽英、杨赤、石小亮、池俊。欢迎各位评委专家的到来。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文考环节的两位评委专家，他们是赵景博、立波。欢迎两位评委专家，同时也让我们欢迎媒体大众评审团的到来，欢迎你们。那本次大会还邀请到了北京市京城公证处的公证人员对大会进行公证，他们是公证员樊金鹏、公证助理朱义威，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晚做客我们青京会客厅的四位嘉宾。让我们欢迎李勋、郑子如、许娣、孙小梅，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金榜题名日，双亲魏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跟我一起来到青京会客厅。今天呢，我们将在这里和几位专家老师一起呢，共同来观赏优秀青年京剧演员的激烈的比拼，相信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呈现。今晚我们青京会的舞台将会是多姿多彩啊，因为我们今晚进行的是净丑老旦三个行当的综合展示。我们首先通过短片认识今晚的一号选手。我喜欢别人说我，第一是他关注我了，第二呢，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可能说的是对的。我是特别特别不爱看自己演出，因为一看了就特别打击自己自信心，可能每一句都有一点遗憾。将相和呢，他的这个表演和在上场的这个感觉当中和苏有龙是截然不同。我觉得我是在一步一步的在展现我所学习的这个成果。我是北京京剧院梅兰芳京剧团的花脸演员王宁正。顺其自然吧，我觉得顺其自然。
像那乡温柔小儿，他有什么真实的本领，亲把你收下，怎给老夫在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道去仙，为呀老夫此事不知就不公了。哎，有那牛心寒天不明天，埋没了跟我全上发难的分别，为了此事心中时时的不平，我也曾羞辱于他，他屡次三番退让于我，相如吧相如，你虽然在我之面前得逞，就在老夫的面前称的什么英雄好汉你。为此事终于你谋心有情老将何以大夫请坐老将军，数日未朝，莫非身体不爽么？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求欢不老，奏本不朝。我为的是一人，莫非为的是那林丞相？我不认得什么林丞相，大夫言重了。哎呀，老将军啊！哎，
想你恩人一文一武一相一相，同心不照，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恩人一旦失火，秦邦趁虚而入，不动刀兵，便可灭而赵。那时赵国宗庙无存，社稷不保，黎民百姓又要受那刀兵之苦，到那时你还臣的什么威风？这闹的什么义呀？气那林丞相言道，他以国事为重，私见么不去计较，他是情愿让廉颇，不愿王赵翁过。呀！实在听于大夫之言，我如梦方醒。倘若秦邦来侵，我这无谋的老朽死不足惜，可怜这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呐、据先于水深火热之中，我问心何安，于心何将军？那林丞相言道，只要老将军回心转意，那林丞相还要国父与老将军赔礼的。哎呀，大夫嘛，此时将是廉颇一人之错，怎敢劳动丞相？但按身背进帐，国父请罪便能了。接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和媒体大众评审团为王嬴政的剧目展示打分。
宁正你好。您好。感觉到你在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选择剧目上还是做了一些区分的哈。对。第二阶段呢我报的是锁五龙，这出戏呢是这个花脸的一出基础戏，但是第三阶段呢我报的是将相和，而且是裘派的将相和，因为我从架子花脸改到铜锤花脸，再从铜锤花脸进入到裘派，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然后呢我是用了一出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个裘派的剧目来展示自己，也是像各位老师做一个我进入学习裘派的一个汇报。掌声有请京剧名家邓沐维老师进行点评。嬴政，你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这个戏呢唱念做都包括了，所以难度很大，你这么年轻能理解到这个程度不容易。有句话叫千声万旦一境难求，这个各个剧团呢几乎都缺这个铜锤花脸，希望你继续努力。谢谢，谢谢邓沐维老师的点评。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你的剧目得分情况好吗？一起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9.5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14分，王嬴政的剧目得分99.450分。谢谢，谢谢老师。祝贺，谢谢老师。祝贺嬴政。这个将相和呀，中国京剧院跟北京京剧院两个方案。中国京剧院李少春李先生跟袁世海袁先生唱的是散版。后头这个负荆请罪。裘先生跟这个谭富英谭先生唱的是二六和这个流水。另外服装也不一样，你看裘先生穿的是黑的开场，袁先生穿的是红色的开场。裘先生这个下场是上场门下，袁先生是下场门下。两不一样。要不是李老师这么说，真的是裘先生这个是为了赶场啊方便。袁先生也有道理。袁先生他下场门下一般的都是下场门。裘先生使的动作也不一样，把这个袖子呀一个跟大沙燕似的打开了下。袁先生是甩袖子踢这个什么抓完了以后请。两个处理都不一样，都是大师级的。对对。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一号选手王嬴政已经换装完毕，我们有请他进入我们今天的文考意识环节，掌声有请。请看大屏幕，八个锦囊请选择，每个锦囊里面有两道题。我选择六号吧。六号，好，我们打开六号锦囊。第一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前辈艺术家与其代表作连线，答题时间只有40秒，计时开始。好，提交成功。我们来看正确答案，完全正确。我们来看你的第二题，分值是0.05分。这是故宫收藏的一套清代八仙衣，请选出这套戏服在下列哪出剧目中使用。 A 京剧八仙过海， B 清宫成印戏群仙祝寿， C 宫廷大戏四海升平。计时开始。我觉得应该是 A。 好，锁定答案。很遗憾，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现在就要请我们的文考评委来做点评和解读，掌声送给立波老师。欢迎立波老师参加我们的青青会。很荣幸啊。嬴政这道题第二题其实坑埋的比较深一点对吧。他是先是这个群仙祝寿，祝寿过后然后才有八仙过海。什么叫成应戏呢？它就是成时成命，应呢应节应令，几乎每个节气节令节日都会有相应的一出戏和它对应上，所以它可以基本上一年从头演到尾的啊。所以从这个成应戏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通过京剧看出我们的文明特色，我们对时间那种感知和把握的深度。谢谢立波老师。谢谢您，谢谢您，学习了，学习了，谢谢您。来，我们来看嬴政文考环节的最终得分，拿到了0.02分。接下来集中精力，3分钟的才艺展示。唱一首歌曲。那接下来有请媒体大众评审团为王嬴政的才艺展示打分。王嬴政的艺术得分0.04分。那来看一下总成绩的情况。剧目表演99.450分，文考0.02分，艺术0.04分。王嬴政的最终得分99.510分。作为一个专业人没答对这个题，我觉得是有一点遗憾的。剧目的时候呢，可能前面上来是还是有一点紧张，我觉得后边可能要比前面好一些。其实我觉得我可以多增加一点自信。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今晚的二号选手。就是也有很多好朋友给我反馈说还不错，就是有些地方还可以再好，还是要架起来。像老师说的，在你休息的时候还是带着戏，自己又休息了，别人还看不出来，对自己要求更高一些。金钱豹我本身就是在小的时候就非常喜爱，还有很多的就是繁难的技巧啊，扮相也特别的好看，特别的威武。另外一个就是我喜欢里面的这个插花，喜欢就是听到这种耍起来的这种响声。我是贵州京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五花脸演员马洪光。没有天赋异禀的好运，只有水滴石穿的功夫。
红之女，长得十分美貌，也曾命董宝前去提亲，登鸿应允，众个逍遥，驾风前往啊！小小丫头有何本领，你且道问。来，听了。我的武艺比儿强，比儿强，双手托金刚，分身遮太阳，自古人间夫妻配，哪有乌鸦配凤凰，配丫头实话特张狂，红为山前紫为王，铁板桥下为巢穴，谁人不知金丹阳狂。
伴奏，俺老孙看你来了。
接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和媒体大众评审团为马洪光的剧目展示打分。洪光你好。你好主持人。这个练了多长时间这个耍叉？练了有3年左右，一开始很疼。很疼吧？单打很疼，后来练练了一点都不疼了。现在我们的评委打分已经结束了，我建议我们的观众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洪光。为什么？因为洪光今天晚上是带伤上阵。我是那个髌骨退化，就是一种老年病，上楼梯是软的。刚才这个动作，这个蹲下去是很咬着牙硬拔的。汉子，谢谢大家，谢谢。我们来听听评委老师的点评好吗？好，掌声有请罗常德评委进行点评。先谢谢你的表演，我现在啊提点建议。因为你是五花脸了，不是五声了，应以花脸的音色出现，不然都以为你是五声行当的。第二，加强表演，提高身段工匠，演戏，戏要演足，更显出金钱豹这个角色的更凶猛，为你加油努力，耶！谢谢卢老师。我们来看一看得分情况好吗？好。去掉一个最高分99.3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10分，马洪光的剧目得分99.156分。这个花脸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有分类的，是吧？是。通吹花脸、架子花脸、五花脸。那比如说像演员，他这是五花脸。五花脸，那其实我就感觉他这个难度很大。但是这个戏呢，这个武生也可以硬，哎，武生也可以。老师就是我当年看的就是张四全老师在民中演的金钱豹，但是他演员呢是根据演员的条件、你比如张四全，他就是耍叉，还有他有些个技巧，他走，这都是他的特点，哎，绝活。你像这个傅德威老师，傅德威老师，您铺账那个，这个傅德威老师的特点，就感觉哎呦，真是一个豹子，一个豹子在那儿，看着都瘆得慌。霸气十足，而且身上也好看。武生演。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换装结束的2号选手马洪光进入我们的文考议事环节。来，请看大屏幕，还剩下7个锦囊，请选择。七。好，我们打开第一题，现场乐队演奏，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把题目交给我们的乐队老师，有请乐队老师。谢谢乐队老师。洪光，请看题目，请选出乐队演奏京剧《甘露寺》中吴国泰相亲时伴奏的曲牌名。 A 柳青娘， B 棒庄台， C 万年欢。计时开始。我选择 B 棒庄台。正确答案是棒庄台。柳青娘和棒庄台，你最后又在怎么二选一的？我觉得《甘露寺》里面那个吴国泰相亲，棒庄台比较贴近。好，第二道题的分值就是0.05分了啊！洪光，来，请看题目：下列哪个中国传统游戏与京剧《霸王别姬》剧情相关 ？A. 华容道 ，B. 鲁班锁 ，C. 中国象棋。计时开始。我选择 C， 中国象棋。我们来看正确答案。祝贺洪光，谢谢。哇，文考环节拿到了满分。景博老师，继续给我们解读一下题目后面的故事和知识点。洪光啊，我觉得头一个题啊，你恐怕是对你是有点难，但是你呢很智慧，你把这个吴国泰相亲和这棒庄台
你给联系在一起了，应该说是祝贺你。咱们中国象棋呢，楚河汉界，对，是吧？因此来讲呢，就说明一个，唱花脸的更会知道这个格地合约，是吧？是。谢谢景博老师。立波老师，我补充一个证据。其实象棋里头有个非常有名的残局，叫霸王别姬，两个方面的关系合起来，这道题其实出得特别好。谢谢立波老师。我们来看宏光文考环节的得分，0.07分，现在可以一身轻松的进入才艺展示了啊。我给大家展示的才艺是醒狮。3分钟计时开始。有请媒体大众评审团为马洪光的才艺展示打分。马洪光的艺术得分0.04分。来看一下总成绩：剧目表演99.156分，文考0.07分，艺术0.04分。马洪光的最终得分99.266分。就是还是有失误，就是耍差的时候，有一些个人的地方还不够。我觉得这个一是数量不够，二是可能我这个肌肉有点紧张，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过那个杯垫的时候，缠着那个棚头了，然后缠在一起之后，我就嗖一蹬，我再来，我心想来吧，哎，第二次还挺好，很幸运参加这个青年京剧演员大会，人生当中能有这样的一次，展示的机会。非常幸福，非常知足，很完美，我觉得青春无悔了。接下来上场的是3号选手靳志奇，一起先通过短片来认识一下他。我上次拿的是3道令嘛，我注重于一个稳字，就是能够想一想就人物的刻画啊，就是没有过多的这个肢体啊，或者说是其他形式的展现。为什么选择剑盘烙印呢？是因为它有唱有念，并且到后边下水烙印，对于个人的一个素质要求比较高。这部戏的后边烙印，我还是选择了鱼内蛇腰这个比较高难的这个技巧。它对于这个肌肉的要求啊，比较难。我是国家京剧院演员，我叫靳志奇。千锤百炼继传统，厚积薄发凝细回，亦无止境勇往直前。
乡民，牵挂无敌心坚臣。按翻江书江平，只因严查散严大人，大本进京，严说查院，人单事孤，故此失笔。为此，包相爷命我弟兄四人赶奔襄阳协助查院办事。可我那三位哥哥又外出公干，尚未回到开封。我那五弟白玉堂虽然跟随严大人身边，可是他心粗胆壮，性情高傲，我放心不下。为此，我一个人就先来襄阳也。见了大人十分你天臣襄阳王老子派人将严大人的金银逃走放在城霄楼通往镇中，使他言道三日之内若无人取印，就将金银抛尸那逆水寒潭。我那五弟他与他不听严大人相劝，些人前去探阵追印，如今生死不明，是可放心不下。为此，我与四弟将平立了茶院，来采阵逆水寒潭，一来打探金银的下落，二来寻访五弟的消息。事不宜迟，就此前往。大哥，此地，此位
北市。哦，这是路边路易市。哦，原来是路易市，失敬了。哎，大哥，嗯，方才听了言说，他知道金印的下落。好娘儿问呀，大瑞，我再次打柴，请你王府官儿手捧黄灯的一物，就站在这高岩之上，抛下了逆水寒滩。这位壮士，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大哥，在此等候，带我下水捞鹰去吧。向着逆水寒滩，水是逆转，寒冷刺骨，从来无人敢下此滩，壮士不可轻视啊。怎么，此滩寒冷刺骨，还从来没有人敢下去过吗？真是。那您就让我下去试试看吧。壮士只要去啊，我这里有烧酒一壶，一遇寒冷。这倒是的，我饶您两口。够了够了够了，多谢壮士来帮忙，烧酒入肚暖心房，大哥在此等候，带我脱衣下水去吧。如今吾弟身存功名，此地你要多加小心。哎，大哥您不必为我担心，您忘了当年我在寿山福海是怎样捉住了三条腿的金蝉，这颗印我要是捞不上来它，我还算得什么翻江树啊。大哥你就放心吧。
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和媒体大众评审团为靳志奇的剧目展示打分。志奇你好。你好。这个戏难度很大啊。谁累谁知道啊，他确实是有点累啊。而且跟第二阶段自己选的剧目相比，这个难度更大了。对，第二个阶段呢选择的是比较稳，以手为主。那么这一轮我热爱这个舞台艺术，我今天很过瘾，我就以攻为主拼一把。我不保守了。对。挑战自我。我们听一听专家评委的点评好吗？好的好的。掌声有请朱世慧老师。我看了你两出戏了，非常辛苦，对吧？这个烙印的时候啊，不光走玩意儿，我提点玩意儿建议啊，还有表演，你得烙啊，烙你得有感觉啊，是不是啊？那张春华先生在这方面那绝，是吧？那叶仁章先生更甭提了，是不是啊？他文武丑，对吧？他挑班啊，所以我希望你呢啊，金志奇，你还应该卯上啊，没问题啊，卯上啊。这个尤其是在继承张春华先生的艺术上，我希望你更上一层楼。谢谢老师。谢谢朱世慧老师的点评。那一起来看一下你剧目得分的情况好吗？去掉一个最高分99.4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10分，靳志奇的剧目得分99.281分。谢谢志奇。你说就这么一个行当里面，你看他的这些细节有多细致，咱们就想想老先生最初创造这个的人，他怎么就这个水下的就这一切的这个这最初的那个人有多棒，设计对多棒。而且张春华先生当时是对这出戏是做了一些精心的一些设计哈。你看他张春华先生那个他那个小放牛，他那个秋江，他那个动作，包括这个旦角对方的这个动作，他都给设计，所以设计真重要，真不简单。这是的。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换装之后的靳志奇进入文考议事环节，请看大屏幕，六个锦囊，请选择。我选择第一个。第一个。现场乐队演奏，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把题目交给我们的乐队老师，有请乐队老师出题。请选出乐队演奏京剧西施中西施一五十伴奏的曲牌名。 A 哪吒令， B 朝天子， C 万年欢，计时开始。我选 C。 确定？好，正确答案。还有0.05分值啊的第二道题，昆曲起步问探中的探子身段动作借鉴了下列哪种动物的形体特征？ A 壁虎， B 蝎子， C 蜈蚣。计时开始。我依然选择 C。 我们来看正确答案，祝贺志奇。来，立波老师。我特别想说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两道题出的特别好，因为第一题是曲牌，第二题是昆曲。我们知道京剧的曲牌有魂牌的曲和这个清牌的，魂牌子就来自于昆曲，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京昆不分家嘛。刚才那个棒装台，它的缘起是明代的传奇大师戏曲大师李开先写的棒装台白曲，昆山腔
就魏良辅改革之前有大量的文人参与进来，其实是把诗词的很多吟诵的相关引进进来了，所以诗词和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都是优秀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代表。谢谢，谢谢黎波老师。好，我们来看志奇你在文考环节的得分，0.05分，祝贺。才艺展示环节3分钟计时开始。接下来有请媒体大众评审团为靳志奇的才艺展示打分。靳志奇艺试得分0.03分。接下来看一下总成绩，剧目表演99.281分，文考0.05分，艺试0.03分，靳志奇的最终得分99.361分。本场子呢啊求一个表演，那么后边呢5场子呢技术技巧的这个完成度、精彩度，以及在这些技巧当中啊，去刻画这个人物，我自己感觉还是蛮好的。想了，做了，达到了，开心不开心？够开心，行了，足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今晚的4号选手。比自己平时练功的时候，我觉得发挥的更好一些，还中间还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方说手势没到位呀，明显的看出了后边腿上有点没劲了，因为前期到甲都是一个人唱念嘛，我们五丑说就是，开蒙戏嘛，它属于更规范，它练五丑的身上，还有你的唱念，这次我选择的是，佛手局里边的一折叫倒银壶，因为这出戏嘛也是我跟着师傅学的第一出戏，就是想着综合一些，增加了一些趣味的开打，紧张是肯定是有紧张的，但是比二阶段的时候肯定是要放松很多了。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五丑演员张清民，为理想奋斗，为青春流汗，加油。
就被猖獗的刀马的名儿正白翻。嗨，向我求孝义，不幸父母早亡，只要流落街头，也是我爱心武艺，学会了飞檐走壁，常去北国盗取名马，来在南朝贩卖，江湖人称半空翻。是我昨日盗取帅府100银斛，不免大街之上盗卖便了。斧银斧刀，走起路来我摆悠悠，不走大街我穿小道。不觉来太保庙，呀哈，到了太保庙了，得嘞，我也许个愿，看他灵不灵。哎呀，我的太保爷爷呀！秋宵一来，把头。耳旁听得有人走，像是差官把我走。有人来了，深暗底下三米事。只因帅府啊丢了一把银斛，说是我们老头子偷的，要赔银50两，像我们穷家破户的哪有50两银子呀，万般无奈呀，我们老头子就把女儿给卖了。倒也可怜。嘿大嫂子啊，实不相瞒，帅府那把银斛是我偷的。啊，你偷的？走，大官子去，大官子去。哎，大嫂子啊，我把银斛还给帅府，就别打官司了。怎么着？你把银斛还给帅府，那你哎可是个好贼。啊？哦不，好人，好人。得嘞，我去找张先生。请问一时姓什么叫什么呀？哈。大嫂子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啊、大嫂子听了、哎、半空飞秋叫一时我命好，江湖上人称暗示倒马的英豪。那个秋一时赶紧来，谢谢秋一时，谢谢秋
士，邱医师，哎呦，邱医师可了不得呀，来无影去无踪的，银壶有了，咱们回家去吧。先生，你的女儿长得倒也不错，我们与你50两，50两，还买与你们，还要写过字据，带过写来。嗨，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写什么呢？我瞧瞧，我瞧瞧，我瞧我瞧。我的朋友。他是我的朋友，我也不认识他啊。这位大爷，你为何打算我的买卖呀？打算你买卖？打算你什么买卖呀？我将女儿卖与他们了。哎呦，你可真狠。哎，张先生，这银壶要是有了，你还卖不卖女儿啊？那自然是不卖的了。张先生，你瞧，这是什么？真是帅府的银壶啊！快去还壶吧！是是是，哎，快去吧！张先生，张先生，哎，呀哈，辫子露出来了，说，哪儿来的？我们是南朝的买卖客商。算了吧，南朝的买卖客商，有你们俩这长相的，说干什么的？口吃狂言，你叫什么名字？提起你大太爷的名字，我吓死俩狗头。讲，你们听着，俺们邱小义人称半空。常去伯国盗马，有一半空飞，就是你。不错，正是你大太爷。打下了，打下了。哟呵，要动手？嘿嘿嘿。招倒霉！哎，我说你们俩快着点啊，你来，呸，我呸你的，走。把好生看守，若看他不至，小心儿的狗腿。是喽。
父帅，这般时候你到哪里去了？孩儿郊外涉猎去了。不，哪里是郊外涉猎，分明是在外寻花问柳。今日不责罚于你，焉能改过？家徒有，教法此大后。宋里头万科担当，红腰粉摔不起发，就是家法将我儿打。弟弟恕罪，倘若再犯的今日暂且饶恕于你，家徒有解家法。是喽。没了。什么？虎？虎在这儿呢。邱小乙，快快下来。下来了。那我们听一听评委老师的点评好吗？好的，掌声有请郎时昌评委进行点评。张清民他的身体协调性还有他的嗓儿，这个都是难得的，先看一步走再听一张口。我们表演呢不是非得刻意的学老师，根据我的条件完成这个剧目这个人物。谢谢谢谢郎时昌老师的点评。那接下来看一看你的剧目得分情况好吗？一起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9.5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30分。张清民的剧目得分99.489分。是不是这个丑角就每一出戏他都有最后要有这么一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来？这也是根据演员的条件。像他这个在高上肯定要有一个下高，嗯，一般的下高你看张振华张样后来他就是一个台门。像这孩子他你看他是翻译余力翻比较难这个动作，嗯，就是他本身有这个条件，对，似乎只要沾五字儿吧，嗯，你必须得有一个绝活得呈现出来。对对对，你得配得上这个五。我觉得对于观众来说真的也是很好，就是让大家大饱眼福哈，那特别精彩。对，而且很多不经常看的戏在这个平台上把一些老戏又挖掘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换装之后的张清民进入我们的文考议事环节。来，请看大屏幕，还剩下五个锦囊，请选择。选4号。4号，好，我们来打开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节令戏与其对应的节日连线。正确答案，祝贺。第二题是选择题，京剧《荒山泪》中有桥楼上二更鼓啊，唱词是二更鼓啊，声声送听的唱词，请问二更相当于现在的几点？ A。 选择 A 很干脆，正确答案是A 21点到23点，有请我们的文考老师来点评。因为二更天在古代叫人定，所以我们读那个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决心要举身赴清池的时候，叫寂寂人定初，就是二更初的时候啊。恭喜清明。谢谢李文老师，清明的文考环节的最终得分拿到了0.07分，满分，祝贺。台艺展示3分钟计时。
示打分。张清民的意识得分0.04分。来看一下总成绩，剧目表演99.489分，文考0.07分，意识0.04分，张清民的最终得分99.599分。哇，很惊讶，我还是自己还是挺满意的。我的认知里边可能是很少能接触到这种题目。我以前在地方戏上面交流演出的时候，有这些他们的剧目，在那儿一看就联想到了以前他们的剧目演出，然后就很顺利的把这个答出来了，超级幸运，这今天这个题。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冠名播出，海澜之家带你走进京剧世界，感受国粹魅力。接下来上场的是5号选手杨洋，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就是和自己想象的有的地方不太一样。我第二个阶段带来的是巡营，一个佘太君，他是那种非常有气势的这种形象。然后这个阶段呢，带来的是李逵探母。李母她是一个常年受到这种饥寒交迫、吃不上饭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苦的老太太。这两出戏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都是唱作并重，所以很考验演员的功力。到了这个时候了，还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老旦演员杨洋。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近来天已晓，树上的鸟儿闹不吵吵，嘿嘿。一件茅屋破玉刀，李逵的家中好萧条。不敢高呼，暂低声叫。老娘，老娘，老娘，啊啊！老娘不应，好心的救，蹑手蹑足四下找，老啊你！想想我小的时候不听话，竟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哎，我给您唱，哎，我唱。大花八丈地，正月正，老太太要干连环灯，烧着香啊，念着娘。
你啊！哎呀！接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和媒体大众评审团为杨洋的剧目展示打分。杨洋你好。你好。李逵探母这出戏难度很大。是这个戏真的是唱作并重。这出戏其实有很多小的细节，然后表演的时候需要就是很细腻的表现出来。接下来有请孙丽英评委进行点评。杨洋今天表现得非常好，他有一条好嗓子，在舞台上呢也很认真很好，就是在唱反嬉皮二六的时候稍微再快一点，再加上跟李逵之间的交流不要离开他。为什么？你真是盼了多长时间多少年呢，盼这个儿子，你终于回来了，不要离开他。这个角色就是不要为了做动作而去做这个动作，其实他是很下意识的，他很自然的那个东西。哎呦儿子你真回来了，是这个啊，我就提这一点。谢谢谢谢孙丽英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剧目展示的得分情况好吗？好好，一起来看大屏幕。去掉一个最高分99.4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25分，杨洋的剧目得分99.311分。李君泉老师这出戏的那个妆是没有妆的，而且他对于这个角色李逵的妈妈瞎老太婆的每一个身段每一个他这个角度太准确了，这个呈现之前背后的这个文学本在他的心里那是扎根在脚下的。而且李老师写的唱腔，这段唱腔6个版是就这么一段大不改，就这一段6个版式，很多演员愿意拿这出戏。这个戏很煽情的，它有浓重的母子情在里面，所以很快能把观众带进去。有唱有情，对，也叫对儿戏是吧？对儿戏，对儿戏。我们有请换装之后的杨洋登场，来，请看大屏幕，还剩下4个锦囊，杨洋请选择。我选择3号，我的幸运数字。好，我们打开3号锦囊，我们来看第一题，请将下列剧目按佘太君在剧中的年龄从小到大排序，分别是《杨门女将》《穆桂英大战洪州》《辕门斩子》和《佘赛花》，你只需要说出数字的排序就可以了。计时开始。4 3 2 1。确定？确定。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答案，祝贺。好，我们来看你的第二题，请选出下列哪个京剧剧目不是以侦破案件为主要情节的公案戏，请注意是不是。 A 秦香莲， B 赤桑镇， C 玉皇后。计时开始。我选择 B。好，我们锁定答案，正确答案，祝贺杨洋。景博老师，你是演佘太君的，我想啊，佘太君是咱们中国的一个文化形象，应该说家喻户晓。这个但是啊，你看到这个新中国之后，佘太君的形象在我们戏曲人上给他更丰满了。你比如说有了佘太君和杨继业的这个恋爱佘赛花是吧，也有了这个他的百到一直演到他的百岁挂帅，所以这形象啊非常饱满。我觉得这是一代京剧人呢对于佘太君的文化形象的一个塑造。
我希望你这个今后啊，应该接过这副重担，继续啊来推进老旦艺术的发展。好，谢谢景萌老师。谢谢谢谢老师，我们来看你的得分，0.。接下来有请媒体大众评审团为杨洋的才艺展示打分。杨洋的艺术得分0.05分，剧目表演99.311分，文考0.07分，艺术0.05分，杨洋的最终得分99.431分。嗯，比较顺利，也比较圆满。在这里见到了全国各地这么多优秀的青年京剧人们，对我来说是一次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进步、快速提升的一次一个宝贵经历。这是我在这个人生阶段非常重要的一次体验。我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地修正自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它也会让我的生命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满，这才是最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认识今晚出场的最后一位选手。有一些好的地方看着也挺开心的，但是不足的地方也有很多，比如就是我那个风呼啸这个动作，当时老师给我说了很有腰的这个劲儿，我还是做的不是不够好。八珍汤呢，这出戏是我跟我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李龟探母呢是第二出，这两出戏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刚开始学八珍汤的时候是18岁，懵懵懂懂还不算开窍，第二次再来学李逵探母的时候，又从那个内心深处又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反过来再去演八珍汤的时候，我感觉又不一样了，就跟一个台阶一样，就是一直在升华自己。我是福建京剧院的老旦演员张昭君，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唱戏，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梦想舞台。
下诏，要问阿妈老太。
是李达，我是您儿子铁牛回来了。铁牛啊！哎，老娘！铁牛，老娘！哎，老娘！老娘！你想死？哎呦，你想死？哎，老娘！我那铁牛孩儿哪有胡须？你是活人前来骗我吧？大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焉能不长胡须？老娘请看儿的面目，哎，和未曾改变呐、啊！儿的面目，哎，老娘请看，老娘请看，哎呦！我妈的眼睛看不见了，急死人了吗？哎，妈妈妈妈，您别着急，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摔了个大窟窿，您摸摸，这儿还有个大疤了呢。哎，您拿手来，哎，您摸摸，您摸摸，在这儿呢，在这儿。哎，妈妈妈。妈，您再想想，我小的时候竟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我还给您唱，你唱什么？我唱，你唱什么？我唱《大花八指对正月灯》，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着香，点着点。你是为你做茶做饭，你多为你红红脸那脸那一朵，惊动人火暖，那一朵好心情。
原只是母子难相啊。接下来有请专业评审团和媒体大众评审团为张兆君的剧目展示打分。兆君你好。你好。李逵探母这出戏其实特别讲究一个情字，所以对于演员在这方面的把握是要求很高的。对，这个戏它是一个母亲对孩子的思念的体现的淋漓尽致的一出戏。我也是当了母亲以后再演这出戏的时候感觉会更不同。那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张观正评委进行点评。我觉得这个戏啊，有除了唱的难度之外，还面临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比如扮相怎么解决生活的真实和美。作为这个老太太，容易一真实就显得不好看，脏兮兮，因为吃不饱的一个穷老太太。但是呢，你又太美了，太漂亮，又体现不出李母这个饿的都不行了，那么这个怎么处理？再一个就是虾怎么处理。我觉得今天赵军在这方面处理的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你说的一个母亲思念孩子，盼了这么多年到了眼前了看不见，那个心里边那种焦急啊，怎么通过我们的这种写意的表演让观众感觉到真是一个瞎妈妈那种焦急的思念儿子的心情。今天我觉得这一点你表现得还真挺棒的，我很受感动。但是应该看到李金泉老师都还有应该说不小的差距，我们要努力的接过这个棒，要接得好，要接着过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勤学苦练。谢谢老师。一起来看一下你的得分情况好吗？去掉一个最高分99.40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9.20分，张兆君的剧目得分99.342分。我最近也看过一些地方戏，然后我在听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提出了一个疑问，我就说这个女演员的这个发声，感觉从她的声音里面听到了一点美声的那种声音。她说啊，我们现在都要科学的发声，这样的话的声音用的久，寿命长，对，寿命长，可能每个人感觉不一样。我就觉得戏曲当中听到了美声的那种。但就觉得感觉有点变了，就是是不是应该再怎么，就像刚才李老师说要讲究一点，方法没有错误，但是就在你使用上，就把这种声音和你自己本剧种的特色，我觉得还是要结合上是对的。戏曲上面就是扮演母亲这种角色，就是他跟影视剧当中的有一些什么异同，塑造人物的这种方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刚才我前面说的，就是分寸不同而已。像咱们就看老太太，她一定是颤颤巍巍的摸路，老先生设计舞台的就这些东西，他也是根据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人物来的，在真实的人物基础上来编的这些，它形成为一种形式放到舞台上。我们过去一定考虑是我们在30排以后要看这个人物，生活中比如我真演这样一个人物，我就不能这样演了，所以你就要收分寸。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6号选手张兆君进入他的文考意识环节。来，兆君请看大屏幕。
还有三个锦囊，请选择。五号。五号。好，看第一题，选择题：戏曲舞台上跑龙套中的跑因何得名 ？A. 龙套演员流动变换各种队形 ；B. 龙套演员奔波于各戏班之间 ；C. 演员在舞台上表演高难度的跑跳技巧。计时开始。B. 我们锁定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不受影响。来，接下来的分值是0.05分的题目，好好把握。请看题目，这是一道图片题，请选出下列哪一部是清代宫廷连台本戏中表现幕帘故事的剧目 ？A. 鼎志春秋 ，B. 劝善荆轲 ，C.招待萧韶，计时开始。我选择 B， 劝善荆轲。确定。确定。正确答案。祝贺赵俊。京剧给我们现代生活贡献了一个非常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词，跑龙套。然后影视里头用的特别多，所以我估计是受这方面的影响。劝善荆轲我稍微说一点点啊，我觉得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啊，其实特别典型，他是幕帘救母，但是改编了，你看的题目都叫劝善，尤其加入了中唐德宗时期的那种背景，比如说什么李希烈反叛啊，包括还有像这个颜真卿啊怒刺奸贼，对吧？这都是什么？这是忠孝节义的一种思想体现。谢谢李博老师。来，赵军，我们来看你在文考环节的得分情况，得到了0.05分。才艺展示环节，3分钟，计时开始。接下来有请媒体大众评审团为张兆君的才艺展示打分。张兆君的艺术得分0.05分，剧目表演99.342分，文考0.05分，艺术0.05分，张兆君的最终得分99.442分。现在演完了吗？就是觉得很整个人放松下来了。我今年36岁了。那个年龄也不算太小了，可能以后再有清京大会的话，我可能年龄就超了，就可能来不了这个舞台了。对这个舞台来非常的向往，而且觉得它很珍贵。对于我这个今年来说，本命年可以说是完美的一个礼物。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由国民品牌海澜之家独家冠名播出，海澜之家带您走进京剧世界，感受国粹魅力。那进行到这里，净丑老旦组第一场的展示就全部结束了。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各位专家评委，谢谢我们的媒体大众评审团，还有我们青金会客厅的各位嘉宾，谢谢你们。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期待竞筹老旦组第二场的精彩呈现，让我们下期再见。再见。